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湾科技大学四电子二甲的尹志月。对，然后今天来这边就是希望可以就是证明一下自己可以把歌唱好。哦，然后那个松饼是台科的特产，就是后面姐姐说要 拿来给老师吃的，所以不是你做的、啊、是不是？哦，是你们学校的 特产 也不算啊，就是、嗯、就是对啊，也算了、啊、嗯，但有点冷掉了，很久了，我怎么觉得有发霉的颜色。好了，没有了，谢谢你了，谢谢。我们刚好也真的肚子饿了，这样子哈。好，谢谢你带来名产，接下来要带你的名曲，你要唱什么歌？David Guetta 的那个 Titanium。好，你介意我们一边吃一边听吗？好好好，好，好，请开始。Shout it out, but I can't hear a word you say. I'm talking loud, not saying much. I'm criticized, but all your bullets ricochet. You shoot me down, but I get up.Bulletproof, nothing to lose. Fire away, fire away. Ricochet, you take your aim. Fire away, fire away. You shoot me down, but I won't fall. I'm titanium. You shoot me down, but I won't fall. I'm titanium.其实你刚才有一些音准，其实有一些晃动，我觉得可能跟你紧张也有关系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音准其实没有那么好，其实就需要修补一下的音准。但是，我心里是很喜欢你的声音里面的气质，因为你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中性，就是如果不看你的人只听你的声音，就是完全是那种草食男的感觉，非常中性阴柔，然后会让女生觉得哦。很有就跟他在一起吧，这样就是很可爱的声音。就一阵子在分嘛，那种感觉。对，张开眼睛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对，就不用在一起太久啊。但的确是很吸引人的声音。表示恭喜你，全数通过，直接晋级。下一组。哎，秋哥好，森尼老师好，建宇老师好，还有各位同学、校长大家好。然后我是来自台湾科技大学管理不分系一年级的汪清华。然后首先呢，我要先感谢我的同学们，就是这么支持我，他们在右上角那边跟大家挥挥手了。除了就是来这里比赛，除了是挑战自己给自己成长的机会以外，就是我还想要趁这个机会跟爸爸说一些事情这样。然后就是事情是这样，就是两年多前我爸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。然后当天晚上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曾经一度以为我要没有爸爸了。然后他因为这个伤，休息了两年多，然后有一年多都没办法上班，家里的经济也很拮据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哦，爸爸妈妈。然后我现在考上台科大，我自己现在有兼了两份工，然后我希望之后能有出息一点，然后赶快为家里赚钱。然后妹妹也上大学了，然后希望她可以上自己想要的学校，最好也可以来我们学校，然后这也是她的第一志愿，所以我也祝福妹妹可以考上这边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带来林宥嘉的《又》。
加油啊、哦！大家都为你加油，谢谢，很棒很棒。虽然家里有这样的变故，但是你反而成为你向上的力量，这是我们最想看到年轻人的榜样啊、哦！谢谢，加油！接下来就是看能不能过关了。好，清华，请开始。好。面对家里的变故，依然坚强的汪清华想站在舞台上唱歌给爸爸听，希望能给爸爸力量。虽然爸爸今天没能到现场为他加油，但是相信爸爸在电视前看到他，也会为他感到骄傲。加油，清华！这种笑容我没见过，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？眼神这样算不算秋波？那是线索还是告诉我千万别想太多？像颗糖好诱惑，甜到梦里有粉红小花朵，一朵一朵慢动作飘落，像杯酒爱诱惑，琥珀色的染了我，摇晃我这个歌本来就不好唱，然后你有好多音都没唱到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你在台上的样子，不管你说话你唱歌，其实都有一种很开朗坚强，然后让大家觉得很开心的气息跟气质，所以我很想要给你机会，告诉我你的加分题是什么。好，我的加分题是小雨的终于说出口。一定要抓好 key， 好好加油，加油，谢谢。我还能做什么？你已经不爱我，我一直都爱着你，难道这还不够？我还要做什么？你才不离开我？我知道你已无心再继续爱着我，一心想离开我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差点打到真妹了，对不起。恭喜，我很喜欢你的声音状态，但是要千万小心各种模仿出现在你的表演、你的声音的表情里面。哦，有点听到佑嘉，有点听到张学友，有点听到什么，但这不是问题。因为你现在正在学习的阶段，所以 OK， 这些都是你的养分。谢谢，谢谢老师给我机会，谢谢，恭喜过关。耶、yeah, ，终于过关了，我真的很幸运。然后谢谢老师最后给我机会，虽然看到两个叉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，然后也谢谢老师给我这些指导。然后最后当然最重要的是，我是一个不善表达的人，尤其是爱这个字，然后我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样，然后我在这边要跟爸爸说我爱你，然后谢谢谢谢谢谢这么多年来，我真的一直都很喜欢我们家，然后谢谢爸爸，所以谢谢这些，然后也谢谢同学今天的支持，这样好，很开心过关了。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何海翔，然后我今年就读于台北市立体育学院动态艺术学系的特技舞蹈组，然后我今年19岁，来自高雄，然后我从小就发现有一件事情跟别人不太一样，好，我现在可以表演一下。我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拉就是这些手筋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还蛮有快感的，然后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些就是表演的部分加入到我的唱歌的里面去。
对，那这就是你的独门功夫了。提醒你一下，山妮老师最怕看这种东西了。你很有快感，但他很能感，我告诉你。但是同学们好像蛮喜欢看的，是不是？好，海翔要唱什么歌曲？我今天要带来王力宏的《星期六的深夜》。加油哈，请开始。谢谢。从小就爱表演的何海翔，高中时选择表演相关科系，希望这次站在舞台上能顺利过关，也能把过关卡送给在天上的爸爸。星期六晚上哪都不想去，也无法入睡，看着电视机持续在发呆，喝了七分醉，闭上了眼睛试着不想你，但已来不及，忘了如何让眼泪停止流下，还好没人看见，没人会说话。星期六深夜，我想起了你，没什么特别，只是回忆。星期六深夜，永远不会有任何人能代替你。我觉得你处理的好细哦，特别是高音的地方真的非常好听，很享受，我很enjoy你的声音。谢谢。包括你的表情。谢谢。我觉得你很特别，而且你唱歌有一种很特别的魅力，我喜欢你闭着眼睛然后很纯粹在那个音乐的状态里面。恭喜过关。谢谢。下一位。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，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。我在你身上看到一个歌手的特质，他叫林志颖。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是，他的笑容是会杀死人的，你知道吗？